有发现，就是前姐穿红色的外套比较可爱一点，比较柔和一点，没有那么气场，没那么大，所以有要温柔一点。所以蓝色看起来比较有吗？你们有感觉出来有比较气场？对，我其实自己本身蛮喜欢红色，我喜欢，就是感觉会很喜气，特别喜气。等一下，两位是一起带领三队，第三季的吗？对，我们一起。我们是完全放生那个第二季，因为第二季不用我们带，他们太强了。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他们累死，然后这样就会派小曹。小曹什么都强，就是篮球稍微没那么强。我是萧煌杰，我是钱维娟。要不要猜拳一下？剪刀石头布。小弟，没小弟，我猜拳也超烂，我也没有赢。那我赢你就够了。好，那来，好试一试。剪刀石头布，终于比我烂了。哎，那我真的，他就是剪剪太小了。没有，他这一季很厉害，我觉得。他今年超强。今年我跟他上几个节目，我觉得他手气也好，就是都红包都是他抽到的。鬼开始在。对对对，有。不错，感觉越来越旺。而且今天外套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是理所当然可以偷换穿这样子。对。因为我们今天是连居，而且你没有发现，就前姐穿红色的外套比较可爱一点，比较柔和一点，没有那么气场，没那么大，所以有要温柔一点，所以蓝色看起来比较有吗？你们有感觉出来有比较气场？对，但我还是喜欢红色。前姐来，前姐今天穿上红色的，我其实自己本身蛮喜欢红色，然后说实在，因为全明星运动会，我真的非常已经很久。我有时候私底下我穿上红色，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好了，算了，还是换一下吧。但过年我一定会穿到红色，我喜欢，就是感觉会很喜气，特别喜气。两位领队今天就是终于合体，就是在同一队 ，CP 终于合体了，怎么感觉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火药味，有没有多点粉红泡泡？就很开心啊。我们比较麻烦的就是说要派谁上场这件事情比较麻烦。因为大家都人很多，然后大家都也很棒，然后也希望透过跟学长姐较劲的一个情况下都可以上场。然后再就是因为第二季其实也都是我们就是一手带出来的训练球员们，对选手，所以心情还是多少有点复杂，但是整体情况我觉得还是会要想要让就是第三季看看第二季的学长姐们给他们一点激励。等一下，两位是一起带领三队，第三季的吗？对，我们一起。我们是完全放生那个第二季，因为第二季不用我们带，他们太强了。对。那前姐在篮球上面有什么点要下？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他们累死，然后这样就会派小曹。小曹什么都强，就是篮球稍微没那么强。全姐就强调就太强，不是因为他那五人制太强，对，然后每一朵太强，跑的跳的都很强，那看起来好像就篮球好像比较不会让我们好像觉得哇，对，有他，因为篮球有王家良又有我们小辣椒，所以就会觉得就比较我们不会一直想着小时候，没错，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把小时候逼上来的话，我们就比较有一点机会。因为其实好像这样，我看这样两队战力分配，我觉得篮球还是很有信心，很有信心，是不是？所以五人制棒球就直接透过。我是有点难色是什么意思？我是有点担忧，但是我觉得还是全力以赴，当然全力以赴，对，全力以赴。而且这样子的交易赛，是不是就其实两位真的对第二季了如指掌，应该有给就队员一些就是小配合，要特别注意哪一位？等一下五人制棒球。每一位都要注意。你看哦，小曹就不用说了，他在游击的位置，他可以守备的位置跟海一样宽，没错。然后 Masha 在前面，他又趋前的，又能扑能什么的，手又长。然后小巴那个九指现在比已经九指就很厉害，现在十指更厉害。然后两个左撇子的队长又很厉害。好像只能派什么洗菜跟叶荣宙没有一个机会。好，抱歉。是不是？没有。如果真的说真的要找突破点，就只能找这种。对，一定的。对。
对，我们球就尽量可以往女生那边打，会机会大。是，但小乔很恐怖。我记得我印象中，我们在第二季跟他比赛的时候，明明就不是打他那边，接到球的还是他。好了，打短的他来，打长的也他。我心想是怎样，现在是怎样，都你来好了。打一垒他，三垒也他。对他对球的那个敏锐度太准，太反应太快。再加上我觉得他们今天心态哦，要不得。太久没有运动了，你知道吗？然后一来就是兴奋，他们很兴奋。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超认真在练。然后本来他们今天想说带着很愉快的心情来，就听说有 MVP 可以拿，所以他们又哇塞卯足了劲儿。对啊，使命往那个从山来上，而且他们比完这一场，他们就可以休息很久，不怕受伤，可以好好过年。天哪，压力很大。他等一下篮球。现在红蓝队合在一起的话，强棒很多，前姐怎么办？怎么安排上场？小杰是尊重前姐。对，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因为前姐还是专业嘛，那他已经可以马上评点出一些我们选手跟蓝队选手一些战术分配的战力，我觉得这方面还是会交给前姐。我觉得篮球我们真的蛮有机会的，我们高个好多，我们有品浩，我们有新阳，我们有廷昀，可是廷昀。脚有点不是那么舒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再看看战力怎么样。对，然后小个子的话，小玉啊、吴飞啊、我们阿猛啊，其实我觉得篮球打得好的其实蛮多的，还不错。看起来战力，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比学长姐可能战力更好一点。好，最后给浅姐跟小杰念一下你们的新的队呼吗？一二三 ，Red Bull。